相信很多90后童年回忆中的动画片《沈初小富贵》可有一席之地呢。反正小编对这部剧可是印象深刻，毕竟这是小时候看的最多的了。《沈初小富贵》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美食国漫，与当时很火的《虹猫蓝兔七侠传》系列出自同一个公司制作的，所以你会发现画风、配音都很亲切。当时看也不懂，只是觉得小富贵很可怜很可怜，但也很坚强。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部动画片差不多是以余华的《活着》为原型的，就是一个地主儿子输掉了家产，变成了穷人的活着，之后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，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一头牛相依为伴，很惨的故事。余华还是这两部动画的文学顾问哦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富贵》这部剧？这部剧是地地道道的改自《活着》，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困苦，反响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回归《沈初小富贵》，从小和爷爷学厨，到爷爷被陷害抓起来了，一个小孩子就冒着生命危险担起救爷爷的重担。慈禧太后的小孙女小飞碟确实是想着刺杀慈禧太后给父母报仇，怪怪的小李子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非常讨厌这个角色吧。其实小李子也很惨了，从小被卖进皇宫，想救自己的父母却一直被 K 大人欺骗。傀儡皇帝豆芽菜只有和小富贵他们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，也是很悲剧。幕后大佬 K 大人的干儿女小蜜蜂却也是被欺骗，一直帮 K 大人做坏事，最后被 K 大人杀死。和余华的书一样，富贵身边的人都死掉了，最后剩下一头牛陪伴富贵，这头牛的名字也叫富贵。最后小富贵成为神厨却离开了皇宫，小飞碟走了，小蜜蜂死了。以悲剧未结局，你是什么时候看懂的呢？